祝祷的仪式，可以先看到你的水晶白车，向我们请福宫的神明行礼致意，不管是我们第一礼、第二礼，或者是第三礼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祈福。现场的朋友们也给我们的谢信中青的祝祷白车掌声鼓励。来，这个时候我们也邀请我们谢信水灯白车，那你临时队伍，那你代表来到前方，由我们的区长来特别致证讲座，给我们谢信中青今天特别为大家安排的我们的水灯白车，也请我们的摄影工作同仁帮帮忙来摄影一下哈，可以看到哈，那你最近白车。来，我们请福宫的诸位，我们的卷针台卷竹伟也一起到台上来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前方的镜头。来，局长，我们诸位也在这边，美美月也在这边。我们的也欢迎，同时这时候也欢迎我们来到现场的，由我们民政局中教科的科长赵林琛赵科长，特别特别的谢谢您。好。谢谢，感谢那里土地，感谢那里诸位，也谢谢美美议员。另外，我们是不是也用掌声来欢迎我们台南市议员林正贤林议员？欢迎那里议员。也谢谢我们谢信中青我们的水灯白车。另外，我欢迎桃园市议员黄嘉琪黄议员，欢迎我的议员，谢谢议员再给我们多多的支持，也谢谢林正贤议员。听说林正贤议员今天也代表我们的林信中青，也邀请我们的水灯白车来到现场啊。另外呢，今天来到牛哥兰的三元里里长陈章立陈里长，以及同安里的里长游淑峰游里长。来，我们同时也给我们谢信中青的水灯牌车再给我们掌声鼓励，左右两边分别表演的大鼓的车队以及我们综艺团的朋友们，也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。来，各位的后勤啊，在我们现场观礼的好朋友们，千万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。